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是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民政体系了。我们的民政处呢，在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还有生活物资发放等人力掌握及人力配置上都是紧密无失，而最让大家赞赏的就是在针对长者疫苗施打的行政作业，都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另外，在今天的节目中还要带您来关心我们原住民族朋友的各项福利措施，一一要为大家来详解哦。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民政处处长王余生，王处长。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面前的市民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原住民族行政科科长吴国华，吴科长。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来后。好，来后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好，那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长者疫苗注射，我们民政处是启动快速应变的措施，真的受到非常好的好评。在七堵火车站光明路侧里面的注射区，采取医护人员动、长辈不动的疫苗施打服务措施，为长辈们陆续接种疫苗获得家属们的肯定。还 OK， 对啊，还蛮方便的。嗯，他们用这样服务性质的话，大家也会比较舒服啊，长辈不用动，叫医护人员舒服很多，谢谢了。也希望这个80岁长者哦，就趁这两天时间，按照你所通知的时间啊地点来施打。我想这次的施打疫苗，我们也希望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啊，尽速来完成。那接下来会看疫苗的数量，再进行下一波，比如80岁以上的施打哦。6月15号早上9点前，七堵火车站光明路侧就开始有许多民众陪同家里面85岁以上、原住民75岁以上长辈到现场接种 AD 疫苗，包括基隆市卫生局、七堵卫生所以及七堵区公所等工作人员，准备妥当接待长辈和陪伴者。基隆市议员杨秀玉特地到现场致赠矿泉水以及饼干，感谢辛苦的医护等工作人员。那刚刚到现场看到很多的长辈，我都认识哈，那他们都很健康。但是我觉得这个疫苗的施打还是必要的，也多了一层防护哈。那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区公所，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七堵那个卫生所这边的所有的第一线工作人员，辛苦你们了，谢谢大家，谢谢。负责这一站的卫生局保健科长杨慧玉代表收下，感谢议员的关心，也呼吁接种疫苗回家的长辈们还是要注意后续的身体反应状况。打完之后会有一些些的发烧哈，那发烧的状况这是正常的，甚至有的长辈施打处会有红肿热痛哦，希望他们可以用冰敷。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的长辈可能会有恶心呕吐哦，如果是轻微的倒是没有关系，如果是严重的，我们会建议他还是给基层医疗诊所看一下。那如果家里没有相关的退烧药，也请他们要拿着健保卡到社区的那个诊所去给医生看，然后特别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今天施打疫苗所发生的发烧哦，那避免长辈哦有一些不舒服。但当然有一些可能施打完之后有胸闷、呼吸喘的问题，我们还是邀请长辈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哈，叫119或是请家人带着到医院里面去看哈。虽然接种疫苗秩序平顺，但是现场还是偶尔有75岁的一般民众来抱怨，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接种到疫苗呢？也让到现场关心协助维持秩序的里长以及基隆市民政处长都耐心解释。那不75，结果红马到要死哦，啊无照今仔那真像安尼动线是袂歹啦。而在七堵另外一个疫苗接种站百福国中，也利用风雨操场当作疫苗接种站，在基隆市卫生局以及七堵区卫生所和七堵区公所以及民间诊所暨医师支援下，来这里接种疫苗长辈的人数比较少，秩序也更良好。我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85岁长者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政处对于长者的疫苗施打作业来说，获得民众很高的评价，令人刮目相看。要请教处长，针对本市长者疫苗的施打作业，其实前置的筹备时间不算长哦，是非常临时的哦，你们是怎么来进行？我想跟各位市民好朋友来分享哈，那这一次长者疫苗施打，从6月上旬开始，那当然随着疫情的时候爆发到3级警戒，整个全国都非常关注疫苗如何施打。那时候我们必须要评估疫苗的施打数量，来做一个所谓的年纪的一个划分。那第一波当然 CDC 是希望我们踊跃要施打85岁以上。
那所以我们在整个防疫的这个开会里面啊，首先要推测出85岁的长者的人数。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很多长者其实他是行动不便，他可能就平常也很少出门。所以我们在知道开始要开始施打疫苗的85岁长者的疫苗之后，我们紧急开始寻找我们施打的地点。那当然，在整个防疫会议里面，市长也指示这个一定要用集中施打的方式来处理。那所以我们那时候评估了好几个地方，那也交由民政跟卫生单位提出来。那我们经过了几个讨论，必须要第一个这个地点的选择是要考虑到区域性，好，第二个是长者的便利性，好，再来就是所谓的接驳的部分，好，是否能够顺利达成。那我们在选择地点，那也就考虑到啊，比如说安乐区啊，它的人口数量比较多，那可能它有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就要选择相对来讲长者比较便利到达的地方。那在七堵区啊，因为它生活圈的一个不同，好，比如说百福社区人口也非常多，那另外我们就选择两个地点，好，百福就有一个百福国中，那七堵就有七堵火车站。那这个我们在考量部分，第一个就是说，能够最快最有速度的啊，那能够让整个疫苗施打的效率呢更高，让所有的长者呢都有疫苗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好，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在端午节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进行。那我们户政的作业哈，也就是说各个级的年纪的集聚，从85岁以上到后来看疫苗数量，从83岁到85岁到81到83，这样的一个数量，我们户政随时在进行一个造册。我们当时也是经由户政的造册，可以掌握出我们长者居住在基隆的一个数量。那当然之前也有讨论到说啊不在籍的长者，但是我们按照整个各市县市的便利性，因为我们很多长者可能他户籍在基隆，但是他可能家人居住在台北，那当然他也可以在台北施打。那如果说户籍不在基隆，但是他现确实住在基隆，那我们当然也透过我们户政的造册跟民政系统有里长的探寻，来做这样的一个筹备。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快哈，也非常急。我想在这个期间里面，也感谢我们所有同仁，其实都是牺牲假期的哈，假日在这边来协助。我想这个部分的前置作业，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安排哈，所以让我们整个后续的施打作业非常的顺利。是刚才说的，这前置作业做得好，后续真的就比较没有烦恼。那刚才前置作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说到，就是我们的接驳。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80岁长者施打疫苗，每个长者都笑眯眯的，一块来看看。画面上是暖暖区的疫苗施打点，定向里民活动中心。市长林佑昌特别到现场与长辈们互动，了解施打状况。这些80岁的长辈认为市政府的安排很好，打疫苗不用等很久，感谢市府防疫团队的用心。啊，免啦，家人免啦，足紧的，免啥物入去啊，一日就去咯，你入去啊，坐就拢免叮当，啊，一时啊就好啊，嘿啊，你就住了，你就坐当遐休困。休困刷15分钟，就会使离开啊，很快了。谢谢您啦。对，多谢大家。哎呀，大家健康平安比较重要。对，喂，谢谢。哦，我三。对呀。我三。好帅哦！真的是好多哦。要等我的小号了。对呀。真的市长很用心。对呀，不要等我。我日日拢差不多暗时2-3点才。哦，真的哦，我们要3点的辛苦啊，不到拢无伊啊，瘦好多哦，哎呀，三百几十公斤，三百几十公斤，对呀。我们很多长者哦，在基隆打疫苗，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因为看到电视哦，都觉得要等2-3个小时，结果没有想到来基隆哦，2分钟就打完了，然后休息个15分钟就可以离开，那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把疫苗的施打的意愿书跟评估书，我们事先随着里长送到家户去，那他可以事先填写好，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只要确认格式完整，有签名，资料也完整，然后就可以把资料收起来。这是跟其他县市很大不同的地方，也是在基隆施打的速度可以那么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把前置作业的部分都已经在家里面都已经事先把它完成好，所以长辈来到这边
一坐下去，马上施打，他觉得怎么速度那么快啊？是大家觉得都反应很好，然后也蛮惊讶，速度怎么可以那么快？哎，这个速度快真的是受所有的民众的赞赏哦。那当然呢，如何快速的送抵到家家户户这一件事，我们民政处也做得非常的让人激赞。我们要请处长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个为什么会之所以会发放这个意愿通知书，其实我们是也参照过去我们选举，哦，选举我们都会有里干事或里长、领长来发放投票通知书，哦，甚至选举公报。那因为也透过民政系统的运作，才能有效的把这个那个接打的意愿书啊通知书来发放，当选举来处理就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策略就是让他选举，那选举是要出来投票，嗯，那因为你送达之后，他们才愿意出来打疫苗，嗯，那所以每个通知送达，里长会非常确认你有没有出来打，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在另外一个层次来讲，就是我们连疫苗的这个接种的同意书跟注意须知也让长者知道，如果长者他可能不太了解的话，他至少家属家人他可以同住家人可以跟他解释。那所有的作业都在整个送达家务间完成，他到达了疫苗施打点之后，他确实刚才陈如市长在新闻里面讲，就完全只要我们做一个确认，他只要把健保卡给我们，相对通知书跟意愿通知书给我们之后，我们马上我们民政单位跟卫生单位协助之后过卡，他就可以进去里面施打，所以他几乎就陈如讲的，根本不需要等待。如果需要等待，他也是有地方去做，那基本上时间上是非常快。那另外在这个通知上，我们也动员了所有的里里长的系统，所有这个包含里干事，只要开始要印发通知书，就在同一天造册完成，马上印制。那印制之后，大概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把通知书通到各个长辈的家户里面，所以这样的效率大概，我想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是比照投票模式来安排来办理的。那这个也是显示出大概，如果按照传统用，虽然后面是用预约，不过如果传统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长者不会用使用所谓的比较不会使用电脑这种设备，甚至有些手机他也是可能他也很少在使用，那只能透过这种民政系统的方式来办理，到家户让所有长者都确实得知到可以接打疫苗的讯息。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一开始的设想就是如此，也后面的整个施打疫苗的效率才会如此之好。是，哎，真的哎，就不能照现在这个科技流行，反正也是要因应现在民众的所需，然后针对年龄层来设计。所以呢，他们都说这个防疫的这些措施不能照教科书的方式来进行。接下来带大家来看我们的75岁以上长者打的疫苗。画面上是仁爱区的疫苗施打点，仁爱区公所6楼，首度的莫德纳疫苗施打，市长林佑昌特别到现场与长辈们互动，了解施打的状况。而长辈们认为市府团队安排得很好，动线环境很舒服，不用等很久，相当感谢市府防疫团队的专业与用心。啊，加紧嘛，吼，加紧，哎，加紧，安尼做，安尼做，哦，较顺呢，对对对，哎，感谢。是莫德纳疫苗开打的第一天，那为什么安排在今天？因为今天是礼拜六，那我们这一次是开放哈75岁以上的长者哦，再一次这个做进行集中的一个施打。那我知道从8:10哦，我们是9点才开打，那8:10就有长辈来排队，好，所以我们这个施打点呢，大家看到人非常的多，非常的踊跃。我们是提早了45分钟，在8:15就开始开打啊，那整个秩序都非常的良好，然后这个阿公阿嬷打到疫苗都很开心。市长表示，我们基隆采取的是细针，所以打起来没什么痛感。区公所、卫生所跟医疗团队做了很细心的前置作业，让来施打的市民感觉非常的舒适，很放心。一 mini 一 cc 的那个针，那之前的针比较粗，
汗兮兮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想说打下去的时候没感觉，是比较好，助料啊。谢谢，我请他们拿个椅子过来给大家。那至于昨天这个华南市场的一个事件哦，我想这个其实之前我已经提醒非常多次了，那个传统市场就是一个很重要防疫的重线哦，我们不能让市场变成一个破口。不过很可惜之前柯市长轻忽了市场的一个重要性哦。我想其实这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教科书啦，教科书上面没有写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是照着教科书在防疫或者照着教科书在治理城市的话，我想这样子很不专业。那这个应变的能力啊，是不在教科书里面的啊。我想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件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去用心啊，然后能够深入。我想市场是一个防疫的重点，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不是医师大家也都知道啊。哇，真的不能照教科书来，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基隆是山多平地少，所以那个点的选定也非常重要。但是点选到了，但有些长者如果不方便，其实是否还是有应对方式？我们要请教处长。我想这个一开始选定地点就是希望长者能够踊跃出来施打，但是有些确实是行动不便，或者是他入住在机构。那入住在机构里面，就会有机构他造册，由这个卫生单位，他会直接到机构来施打。那有些长者他确实住在比较偏远地区或山区，那我们也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请各区就各里的需要乘坐巴士的一个能量，我们每一个区都有不同的路线规划，甚至是到哪个里站，然后一个接下来站，他按照他施打时间跟地点去做一个接送跟接驳服务。那另外呢，我们平均每一个区大概有2至3台防疫计程车，由这个我们跟计程车队来合作，那整天他做接送服务，随抠随叫，好，他只要随时打完他就离开，那他什么时候来打就随时做一个接驳。那为的就是希望能增加这个行动不便的一个施打率。那有些他确实是因为他没有家人可以来陪同，好，所以我们大概做的这些做法，那使用率都非常高。我大概估计讲每天这个人次使用的人次都是比例非常高的哈。那也就证明说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让我们长者施打率其实在全国算比例非常高。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75岁以上的所谓的长者的施打率是其实已经到75%，大概有18000多人。那65到74岁是有3万7千多人，概率已经到85%。所以整个来说，我们长者施打率在全国是非常的高的哈。那也就是我们有做一个配套的措施，那包含施打点的一个选定，好，那这个让这个量能够提升，那所有的长者的愿意出来施打。那另外还有一些真的没有办法出门的，可能是他长期因为慢性病或卧床的，我们现在已经陆续请卫生单位进到他家户去打，我们也造册了，全部大概有一些，大概有400多人，记得没错的话，那陆续在各区他已经进到那边施打，也就是希望能够真的提升我们所有的长者在整个面对新冠疫苗的覆盖率，然后呢，保障我们的老人家。是，真的很有效率。反正呢，你有只要有预约打，愿意打，我们市府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打到疫苗，就是让大家可以平安健康的面对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那当然呢，要带大家来看的还有我们的原民朋友，市府在陆续服务高龄长辈接种以来，都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嘛。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在我们原民朋友的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徘徊，已经变成一场长期的抗疫战争。基隆市政府依据中央 CDC 的指引，为基隆的长辈，包括原住民长辈，持续施打莫德纳疫苗措施。长辈接种率非常高，也很顺利，在全国名列前茅，也受到原住民基隆市议员陈明健的肯定。因为别区的市议员只需要关心一个区，他必须跑7个区关心，也因此看得更广、更清楚每一区的实际接种疫苗情况。
情况。我们政府对我们这个施打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尤其在我们市长的带领，把我们施打疫苗这个顺序次序维持得非常好。这次莫德纳的施打情况，大家也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热络。在七个区里面，我这样如你去看我们施打的地点，大家都井然有序的来按照我们所有医疗人员的指示跟里长的协助之下，大家都能够在施打疫苗的很心情能够放轻松的情况之下，大家都能够都有机会施打这样的一个疫苗。也辛苦我们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我们一起来同心防疫，加油。因为我们基隆市原住民也很多的户籍不在我们基隆市，但是也仍然可以在基隆施打这个疫苗，这个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的施打的这个人数名额非常的踊跃，也时常询问本席议员是说我们施打的时间地点，所以我们都很乐意的来协助他们。陈明健也特别感谢每一区辛苦的疫苗接种站防疫工作人员。哇，真的，连市议员都非常的赞赏。要带大家来看，就是获得市民五星级的评价肯定，其实民政处还有特别的服务措施哦。我们要请教处长。啊，就针对原住民的部分嘛。嗯。防疫是吧？都可以。好，我想其实原住民这一次施打疫苗，当然他年纪上的限制是按照整个国家规定，所以他是从在一般长者的年纪是往下降10岁哈。那原则上我们从6月15号到7月16号有8个场次哈。那原住民的长者原则上是从65岁以上就已经开始，然后现在后来到65到55岁哈。那原则上。我们也是刚才议员有提到，就是很多原住民的朋友，他其实户籍还在原乡，哦，但是他还是住在基隆，所以这部分我们在特别照册上会把原住民的朋友，哦，特别把他列出来，那也透过我们各部落的长老或者是头目或者是各协进会的主席，加强来宣导。那当然这部分因为他还是在里内，所以里长你看是还是会去发通知单。但是我们这部分我也责成原民科，在希望能够让原住民长者他也能够确实知道这个施打疫苗的一个讯息，那所以包含所有的接驳啦，所有这个配套服务其实是不变的，我相信这是对原住民朋友这个在施打疫苗上的一个保障。是，哎，真的，哎，这服务非常的周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民政处的同仁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民政处在服务民众的过程当中，其实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量很大，那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同仁说呢？我想首先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一阵子以来施打疫苗民政同仁辛苦，基本上可以说是从造册户政的同仁造册到发放通知单到现场进行布置，然后每天都还要做清消的动作，然后现场要引导长者，我想这个部分的辛苦，甚至他本身的业务，他除了还要兼顾自己业务，他还要做防疫业务，那段时间其实身边还有端午的连假，也都没有时间好好陪伴家人，在这边我要感谢所有民政同仁的辛劳。那我想这个付出是有代价，也获得为什么会得五星级的好评，我想我常常也看到说，甚至我们的同仁会主动去搀扶长者，那我们这样的服务其实包含就长者连家人开车来没办法下车施打，也是由我们护政卫生的同仁，然后民政同仁协助下在车上施打，我想这个也是说整个一个施打过程里面我们非常的用心啦。那在这边我想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民政同仁，我们民政的服务是不变啊，所有的对长者的一个爱是无限的，我想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民政的，也希望各位市民好朋友给我们民政系统多多支持与鼓励，谢谢。哎，真的，因为他们的服务量非常的好，所以获得了五星级的评价。那刚好说到我们的原民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的原民朋友，他们最刚开始的故事，落脚在基隆，一直延续到今，其实有不一样的变化跟困境，还有最后的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说故事了。
我想其实基隆市的原住民大部分都来自原乡，都从花东那地区过来。那最早是在我们中正区的海边里的八尺门，过去叫八尺门区域。我想过去八尺门大概比较老一辈人知道，那个八尺门水道那个时候是有矿业，就是台金矿业，那时候从日治时代就开始了。那大概很多从花东地区的，尤其是阿美族的族人，他到了这个原乡到城市来，第一站大概就是到基隆。那很多就是到这个八尺门这个的地方。那一开始他其实是杂草丛生的，那时候因为后来矿业整个没落，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比较荒芜。那因为那时候租屋困难，大概在民国50年前后，他们就开始集结在那边搭建这个临时的建物。它形成了最早形成大概100多户的一个聚落哈，那这个部分因为后来就变成当地原住民就称这个子弟叫做旗号部落。那但是呢，因为它毕竟是临时搭建的，所以其实就是违建户。那政府因为没有经过政府允许，所以当时也经过很多次要强行的拆除。但是因为说实在，原民朋友从原乡过来，其实生活真的谋生不易。那个时候也需要一个地方落脚，其实在新北也有很多像山鹰部落也都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后来我记得这个是在民国79年的时候，80年的时候，后来李登辉前总统他有一次到八尺门来巡视，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其实聚落的原住民朋友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后来就因为对政府要重视原住民的权益跟政策之后，那时候就将我们所有的这个我记得是国有土地转移到市府。那市府按照这个国宅条例新建原住民国宅，好，那让这个有一个国宅价格让出售给这个八尺门的就居住那边的一个原住民朋友，大概110个建户，它取名叫海滨国宅社区了哈。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原住民朋友大概那个时候在形成部落在那边。但随着后来整个时间的迁移，其实越来越多原住民朋友到基隆来，也不是只有在八尺门了，可能长安也有一个社区，基本上也都大部分是原住民朋友。那现在大概整个基隆市的原住民大概入籍的大概有9000多个啦，那实际上就是常住人口应该超过10000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很多原住民朋友到了往北部到城市。第一个就会来基隆落脚。那我们也是希望让基隆成为一个除了原乡以外，它成为它第二个故乡哈。那加上基隆的海洋文化跟所谓花东的海岸线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哈。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部分希望原住民朋友在基隆成为它的根啊，未来在这边发展。那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基隆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原住民海洋文化的一个地区啊，这就是我们是我现在不断在努力的地方哈。我想这个也跟各位原住民朋友来报告。可以看到师傅很用心，他们不断协助，而且还辅导改善我们的原民朋友的生活品质，还有呢，孕育他们的下一代，让这个原民文化可以代代相传。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科长了，其实在代代相传当中住的部分真的很重要，所以在购屋还有修缮补助上其实提出了很不错的福利，有哪些呢？近几年来中央原民会大概都会在每年的5月1号到6月30号请各县市政府办理经济弱势原住民朋友的购物修缮的补助案哈。那只要在这个期间内符合相关法定的规定，房屋所有权人或具有原住民身份的配偶就可以向各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来提出申请。那今年的话，房屋建构补助的话，每户补助是22万，修缮自用住宅的补助的上限是11万。好，所以可以看到每户补助是22万，然后修缮也有，修缮要有11万，所以有需求的原民朋友一定要赶快来提出申请，就直接跟你们申请就好了。在这个申请的期间内哈，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从5月1号有，本来是到6月30号有延长到7月30号，那在这个申请期间内哈，只要符合法定规定，可以向区公所来提出申请。是。如果今年没有申请到没关系，明年还有啊，
好，那接下来还有带大家来看，就是我们的急难救助补助金有哪些事情呢是可以来提出来的？哎，这故事应该蛮多的，我们要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涉及在本市的原住民如果有死亡救助或者是因病无法工作，灾害受损严重，生活失去基本保障的情况的话，原则上我们会核发5000到10000元的补助金额。那譬如说，如果你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结果生活失去，导致灾害受损或者是生活失去保障的话，都可以来提出申请。是，有没有什么故事让您印象很深刻？家庭经济主要的来源，譬如说爸爸在工地上工的时候受伤了，那变成说家里面的妈妈啦或者是小孩子失去生活的基本保障的情况下，我们是应该要提来给予基本的保障这样。所以你们不断探视，而且还主动的帮他们提出了申请，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是，对，好。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其实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他们有很棒的技艺。那在技艺专长上呢，是不是有很补助呢？有的哈。那为了提升原住民的专门人才哈，中央原民会哈，针对于有深造教育的部分、学术专门著作发明，或者是专业的考试、体育杰出人才这个部分都有来，给予那个补助哈，只要符合的人哈，都可以在每年的2月1号到3月15号向原民会来提出申请。另外哈，涉及在本市哈4个月以上的原住民朋友，我们有提供汽车驾训的补助4000元哈。那如果说另外有关原住民籍，如果参加各类的技术士证照，符合取得劳动部核发的技术制证照者，也可以检具向我们市政府来提出奖励金的申请。甲级的话是60000元，乙级的话是10000元，丙级的话是5000元。真的很不错哎，所以就是你要去考证照，你就是考到了，而且我们市府提出申请的话都还有补助，所以大家记得把握这个机会。另外呢，还有带大家来看的是，就是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会造成幼年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少子化。但是呢，市府对于我们的原民朋友培植下一代也提出了很不错的奖励措施，有哪些呢？那我们市府非常重视人口政策，为了鼓励肯生多生，那我们会补发生育奖励金之外，另外我们针对原住民子女教育奖助金有提供涉及4个月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只要符合标准的话都可以来提出申请。那如果有考取大专大学，我们也会有金榜题名的奖励金。所以就是有生育补助，然后另外也有这个考取不错的大学的时候，就是只要考上大学，通通都有补助金的部分。对，那金额是多少吗？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涉及本市4个月以上的各大专大学的新生的话，我们提供奖励金是3000元。所以有今年有达标的原民朋友，不要忘记要赶快来跟我们的市府申请。那很多市民朋友，其实原民朋友他们在职场上也有不错的表现。如果想要自己创业当老板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贷款呢？是的，目前中央政府针对原住民朋友有提供经济产业的贷款，利率是0.97%，大概是300万。青年创业贷款也是0.97%，200万哈。那这个部分如果有原住民族人朋友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我们向各县市政府的金融辅导员来询问跟申请哈。那本市的那个原住民金融辅导员的办公地点就是在我们市政府民政处的原民科这边，所以其实如果族人朋友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办公室来就近来询问我们的金融辅导员。是，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需要接受一些创业的补助的话，不要忘我们的原住民这边原民行政科，他们会提供完善的那个服务措施。那当然你想要怎么样创业，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指引来可以来指导你们。那另外呢，我们来带大家再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本市原民朋友的福利措施真的是面面俱到。除了经济面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部分呢？好，那在我们生活照顾的部分，那我们为了照顾原住民的朋友，中央原民会这边
针对原住民团体意外险的部分哈，有提供30万的保险。那我们基隆市政府呢，也跟星光人寿的慈善基金会哈这边有合作哈，那也是提供30万的意外死亡的保险。所以保险的部分也都帮大家都面具到了。另外在法服的帮助下，是不是也有提供的服务呢？哦，那在法服的部分哈，本府在一楼的服务台啊，设有免费法律咨询的服务哈，时间是每个星期一、二、四、五的早上9点到12点，那星期三的话是星期三的下午1点半到5点哈，都会有那个法律辅助基金会免费来为哦是那个族人朋友来提供咨询服务。是，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原民朋友他们的一些福利措施，刚刚科长都很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之外，带大家来看的，我们基隆呢还有一个唯一的文化健康站，到底功能有哪些呢？一块来看看。传统的东西，对，这个敲鼓的，敲鼓的，扛着传统乐器，经常到各地表演的潘金松，带着大家一起唱原住民歌谣。不过您知道吗？潘金松不只是授课老师，也是受到服务照顾的长者。这里是基隆市文化健康站，也是基隆市唯一一处专门服务原住民长者的关怀据点。有别于一般社区关怀据点，课程结合了原住民传统文化，加上彼此间人与母语对谈，想让原住民长者更愿意前来。多样的村子都起在这个基隆啊，是台东花莲啊，都起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都是在一起，就是很高兴的。部落的话，就是，几分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自己的朋友都在。在都会区就不一样啊，是他们都是高楼大厦，再来就是独居，那就是因为透过这次的一个文件站，给他们的身心灵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编织等课程让原住民长者不止动手做，还动脑发挥创意，将原住民传统编织方式与现代织法结合，做成了超炫的后背包。还有长者变身授课老师，希望让文化传承。这种是传统的钩法，做袋子啊、背包啊，就是这样钩。以前啊，这个是现代的时代了，去做这个另外贴的。有的。还提起来的，大家分享哦，这样，我这个是以前的老人家做的东西，我所知道的，我就教你们。彼此交流、学习、分享，让文化健康站吸引更多原住民长者前来。就连午餐都有人采集野菜来加菜，就好像回到原乡一样。原住民就是有这种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啊，不管是这种。山猎的跟海边捡食的，他们只要是有捡食的话，都是群体方面，他们就拿出来一起来分享。因为疫情关系，去年3月设立，却直到7月才正式开课的基隆市文化健康站，短短不到一年，参与的原住民长者人数却已超出预期。基隆市政府方面表示，将继续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哇，可以看到这个文化健康站吸引了很多的原民朋友到这里，大家真的就把这里当家一样。我们要请教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哦。我想文化健康站是一开始，原民会他为了整个推广整个原住民的长照的一个服务，那会在全国各地希望设置多处的一个文化健康站。那一开始在原乡其实比较好找寻地点，因为原乡的地比较。场所比较好找，有的甚至就是他们原本原民朋友的原乡的集会所。那我们在基隆就确实面临到找寻地点的困难，因为我们的很多过去的里面东西其实都有些社区关怀据点都已经在里面。那也希望找到一个单纯服务原住民朋友的这长者的文化健康站。那一开始其实团体的申请也会有问题，因为需要相当的量人跟照护员。那过去这个原住民有照护员的资格，其实还不好找，有的他过去可能有长期照护，但他没有去考试，没有资格，所以我们这个在努力过程里面哦，终于有这样一个量能去成立，后来就找寻到原民会馆。那为什么会在原民会馆？因为第一个他过去就是希望做一个原住民朋友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那但是呢，在会馆上我们有因为场地空间的一个限制，那后面我们原中会馆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户外空间，所以要思考说怎么样让长者除了做一些静态活动，也需要一些动态活动。那刚才的新闻这个剪辑里面也看到，其实这个不是有长照服务而已，不是单纯就是只是因为在关怀访视或身体上的一个照顾，其实在心灵层面包含一些文化的传承，透过这些分享，那有些长者他也可以用过去温习他过去在原乡所学习到记忆来做一个大家一个共享。那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我想让长者他有更多的一个动力，好，然后这个我也能够得到更大的照顾。那加上我们也是刚才讲的共餐的部分，哦，也都是原住民长者他会把他们家里的一些野菜或者过去传统的烹饪方式来这边展现。所以其实在这个文化健康站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原民的长者在长照的服务的体系里面能够得到更健全的一个保障。对，然后相关的一些内容，可能我们请科长也可以讲一下，说大概还有哪些服务的项目。哦，那其实这对文化健康站部分，其实除了居家，就是来了以后电话，除了问安关怀之外，哈，其实可以看到刚才课程里面有一些传统的课程，好，然后有一些那个新比较重要，譬如说用药安全的宣导啦，这些课程，其实对于长者有需要的课程，我们都是会来开课，哈，让长者哈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感觉到舒适跟很像原乡的感觉啊，哈。那今年我们文化健康站虽然是基隆市只有一站，哈，那其实很多长者都基隆市的长者其实还有设站的需求，这部分我们会积极来向中央来争取。是，所以可以看到，聚集了大家的能量，然后还有共餐，还照顾到大家的心理，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原住民健康照顾的部分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在做这一件事情。那当然，另外还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如果你没办法走出来的话，他们是会把物资送到你家的哦，一块看看。可以看到，就是鼓励长者走出来嘛。那当然走不出来，我们就把物资送到家里去。那当然少不了的是一些关怀。那这样的设置平台，我们要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喽。哎，怎么样设置这样的平台，让大家来连接跟利用呢？哦，本市哦成立原住民的家庭服务中心哦，是主要是提供原住民的儿童、青少年、成年老人哈及身心障碍者个案及及时的关怀跟照顾哈，那依照年龄啊、性别需求以及个人的规划哦，我们具有影响性跟教育性的活动方案，然后我们会连接在地的资源，建构可近就近性的服务网哈。那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主要是
社会工作个案的服务、专案的服务，还有原住民族哈，我们宣导跟讲座，推展志愿的服务，还有建立我们社会资源的平台，建立服务地区人文与福利人群的统计等哈。我们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哦，不仅是我们原住民族在地社会福利的重要据点哈，也是我们要求运用哈取得族语认证哈，还有具有文化特色的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所以真的很特别，就是面面俱到，就是所有的那个平台专员资源，还有我们最后的这个原民族语的服务，通通在这里都可以做寻求到资源。那除了这一个平台之外，其实我们原家中心哦，只有三位社工员要服务我们整个大基隆地区的哦原住民朋友哦，其实是蛮辛苦的。那也很感谢哈，我们有一些原住民的族人哦，愿意加入我们那个原家中心的志工队哦，大概有二三十位哈，一起来服务我们全市的原住民朋友。所以志工真的很伟大，我可以看到志工朋友们的投入，让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朋友会有更好的福利措施。那当然了，除了刚才说到这一个服务平台之外，要带大家来看看是我们的市府呢，其实对于文化传承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视，每年都会举办丰年祭，带大家来看看。雨中的迎宾舞赢得满堂喝彩。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让一年一度的基隆市原住民联合丰年祭规模缩小，以祭祖祈福仪式为主，但传统祭典精神不变，展现出原住民文化丰富传统的底蕴。你看，年轻人就为了下雨还是一样，哦，打出他们的精神来。今年我们基隆市原住民的联合丰年祭，我们是以祭祖敬老的仪式为主，因为我们配合中央跟地方政策的防疫措施，所以我们不扩大所有地区来参与，所以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以祭祖跟我们所有各头目每一个。给他们冠一个头饰，代表我们地区头目的庄重、威严跟地位。所以今天虽然下的大雨，但是我们的热情还是不减的。所以我们好多人现在还不想走，啊，也期待我们年年都是大丰收。这几年在对我们族人的照顾，还有一些工作上，由于我们陈明健议员他非常的努力。每一次质询的时候，跟大家报告，王玉生处长熊欢乐。王玉生处长最担心哦，因为陈明健议员非常的犀利哦，然后非常的仔细，每一个政策、每一个预算哦，斤斤计较。市政府这边也会更努力、更积极的来配合陈明健议员啊，他的一个主张，还有他提出来的。我们所有族人的一个需求。市长林佑昌和全市各地原住民族热情参与这项盛事，虽然下起大雨，基隆市原住民族联合丰年祭仍然展现原住民文化的力与美。可以看到我们市府努力在为这种原住民朋友在举办了各种的传统文化祭典，但基隆是属于都会区，我们要请教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传承方面其实做了非常大努力，有哪些呢？我想，因为基隆市是都会区的结构哈，所以在举办丰年祭，我们必须要遵照传统跟都会新的形态来举办。那过往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们的体育场来举办，不过就有点丰年祭，大概是在原乡，它很多会在体育场，因为人数很多。那其实我们整个参加丰年祭下来，整个包含各团队，其实人数并不多，整个体育场就变得很空旷。感受不出那个热闹的气氛。后来我们就决定要改在圆明会馆的旁边的广场。哦，那好热闹。对，那个因为它就是本来是一个原住民聚会的地，对对，然后社区在那边。那我们就在那个广场举办。那从一开始的一个竞赛，我们也不断去改变他们团体竞赛方式，就是说除了传统的祭拜祖灵的仪式以外，我们让原住民朋友他各地15个地区，各自推出年轻的一个代表，来展现他们原住民的个技艺跟这个舞蹈。我想这个从
每年的举办，我也问过很多头目，他们说他们发现现在年轻人跳的一些传统音乐已经不是他们过去听到的这些，虽然是用祖语的展现，还有加街舞进去，对对，但是他把很多这种新的元素加进去，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作为原住民这个丰年祭的传承上，兼顾过有让所有的原住民的年轻的族人他知道为什么要办丰年祭，同时加了新的元素让他们自由去发挥。那有一年我们也曾经办过海祭，因为很多搬到基隆的原住民的，特别是阿美族朋友，他们不知道海祭怎么去做一个祭拜。那一年我记得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桥的旁边，那个我们社寮桥，社寮桥旁边，不好意思，社寮桥上来做一个海祭的动作。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年轻的朋友说，海祭是什么？我想这个就这几年我们在办丰年祭，就是不希望就是按除了传要追究传统以外，我们希望加新的元素，让希望更多的原住民朋友来参加。所以除了过往这些丰年祭大家看到跳歌啊唱歌跳舞以外，我们在周遭很多这个原住民的美食，甚至原住民一些技艺，我们也摆设摊位让他们来展现。那当然，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说因为缩小规模。不过想过未来哈，我们在做丰年祭的一个传承，也希望除了它是一个原住民的文化以外，能够也希望成为一个亮点，就是说，来都会看丰年祭，来基隆，参加我们的都会型丰年祭。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有一次是外宾有来，应该是韩国的外宾来参加我们的一个活动，后来我们就带他去参加丰年祭，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他也感受到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风貌，所以我说希望这个原住民丰年祭会成为我们基隆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祭典，这样子让更多的年轻族人他能够参与跟认同，那这个文化能继续传承下去。哇，我们基隆不只有中元祭，还有丰年祭，还有海祭。那当然了，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原住民族的运动会，超精彩。两队选手卖力向后拉，获胜的一方高兴的欢呼。这是基隆市原住民运动会现场，受到疫情影响及市立田径场整修的关系，基隆市原住民运动会移师百福国中举行，共有10个地区300多位选手风雨无阻热情参加。身兼基隆市体育会原住民运动委员会主委的基隆市议员陈明坚呼吁基隆市应该多增加室内运动场地。选择百福国中，因为我们的市立田径场、综合场今年是开始要包维修，没有这个一个场地，我们也希望我们市府能够提供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地来给我们选手来使用，能够发掘我们更多的一个选手，能够代表我们基隆市争取更多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对此，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宣布两项好消息，包括基隆市目前有8所学校正在陆续新建风雨操场等室内运动场所，还有在蔡英文总统支持下，明年基隆市政府将编列更多经费，举办更多场次的原住民运动。因为在日前我参加小英总统的一个会议，蔡总统特别关心原住民乡亲的体育的这些活动那希望能够来增加，所以我们基隆市就率先来响应了。我刚刚也跟这个民政处还有陈明坚议员说明年的原住民的运动的项目我们来增加，经费也来增加，希望让爱运动的原住民的朋友们大家能够更共襄盛举。除了拔河外，原住民运动会比赛项目还有撒网捕鱼、传统直锚、传统射箭、负重接力及大队接力等各个项目，将选拔明年3月到宜兰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基隆市代表队选手。其中拔河项目，基隆市代表队上一届拿下双料冠军，也是明年基隆市夺牌重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政府在原住民族这个运动方面出了很大的心力，而且把一些传统技艺都找回来，还加入了这些技艺的项目。我们要请处长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原住民在运动项目就非常的杰出，甚至我们很多国家的运动选手基本上都是原住民朋友。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发展原住民的体育运动以外，除了一般的这种竞赛技艺以外，我们也兼顾到这个原住民的传统技艺。那刚才有看到像射箭哈，这个撒网哈，这个部分就过去就是原住民他们在原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艺啊，生活技能。那射箭，我想这一次有看到奥运呢，其实这个射箭我们也得到非常不错的成绩。那其实这个原理是相同的哈，那当然每个射箭设备或设施那是不太一样。不过我想这个以原住民的这个运动的天赋，我想这个在这个体育运动上能够发掘更多的运动选手，那为国家来争光，我想这个是我们市府也应该继续在这个体育活动扎根的努力下哈，来好好的这个来安排，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任务了哈。那所以我们在原住民的运动风气上，我们也不断增加预算，增加比赛项目，让原住民朋友能够来参加。对，不止这个体育项目，还有我们的族语推广。对，族语推广也费了非常大的心思。我想族语推广，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办所谓的族语竞赛哈，包含这个有戏剧或者单词竞赛。那我们希望透过不要是单纯在学习上，是希望透过这个表演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认识更多的族语的那个会单词哈，或者是让大家文化的活动，让所有新的一代能够了解族语哈。那当然我们本市本来过去这个有设置三名的族语推广人员，这是原民会的一个政策，就是原住民的语言推广的条例哈。那这部分就要营造这个整个族语的友善环境哈。那很多这个族语的资料、文史资料的采集哈，还有这个家庭的族语的教育哈，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请这个推广人员在不断在任务上在做进行。那其实这个族语的推广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也曾经问过很多同牧哈，他们说现在一些新的原住民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基本上在家里很少在讲族语。那其实这个会面临到整个文化一个传承的一个危机，所以透过这样语言推广，我们希望让所有的原住民的年轻一代能够讲到他母语哈，那在营造这个环境，那也鼓励这个父母亲在家里面多跟他们讲母语，才不会失根啊。不然这个因为学校上他有他虽然他有教学，但实际上运用上会有困难啊，这个部分就会让原住民的语言上出现危机。所以我们在市府上不断的进行努力，希望能保存这个原住民的语言文化。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政处执行好的福利政策之外，另外呢也朝了非常多元的创新服务。所以今天非常 Align 要谢谢原住民的，谢谢是 Align， 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谢谢我的科长，也 Align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吹蜡烛吧，来，好，我你走，小心要小心。年轻。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